马国明和汤浪文在红磡被传媒断正拍拖，期间男方就和记者说等有适合的场合会再交代。今日凌晨，两个人夹定好时间去出 post， 齐齐贴出一张公仔的合照，写着谢谢关心。男方就在独角兽上贴了汤浪文的 IG account， 而女方就在小马身上贴了马国明的 IG account。见到独角兽的手仔穿过小马的臂弯，摆明就低调认爱啦。打开香港01 app， 即刻按下面01 TV 粒掣，再按上面娱乐街，所有娱乐话题涌晒出嚟啊！最热最爆，八进娱乐圈所有消息，日日有片睇啊！